讲起来吼，嘛实在是，我感觉对我来讲吼，是一种足大的一种刺激啦吼。因为自细汉我看到这位先生吼，从小到大吼，我就看到他都是在电视上出现。突然有一天，杰克跟他连结在一起，我竟然今天竟然会访问到他，我也觉得，感觉我的人生跟他产生卡通感快。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杰克要欢迎我们的总统。总统，我蛮真热络呢，真听到你这个名，甲你的迄、那个问的题目本身呢，我蛮足有兴趣吼。哦，你这个人可能较真特别啦啦。杰克先生，你对迄个人心啦、人的心啦吼，这文化啦，各方面呢，有另外无同款的这个看法的，是吼。这呢，甲你这个。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来斗阵讲话吼，我嘛真欢喜。感谢，因为我的听众比较拢是上班族较侪啦吼。是。总统，最近我们有一位学者哈，留日的学者，很熟悉黄文雄嘛哈，伊写了一本新册，叫做《哲人政治家李登辉之我》，有特别强调我这个字哈。啊，伊做侪届访问过你本人嘛。然后透过哲学的去探讨，去谈你的精神世界哈。恭喜在啦！这本册杰克顶礼拜六的时候我摕到，我恭喜在，我有一部我看无啥，我已经尽力了，我真的尽力去看了哈。所以讲，我今日邀请你来吼，是不是甲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你的看法是啥？这本册吼，由这个黄文雄先生吼，日文所写的。本来的册名是《铁人政治家李登辉的原点》。李登辉的原点。原点。原点啊！这句话真重要。哦。这原点本身呢，咱简单讲是一个费洛索费，伊的哲学，伊的铁学的组织。这个铁学的组织本身呢，咱中文甲这个改作了后。中文册的名叫做《铁人政治家李登辉之我》。这铁学本身就是我的一生的我的心灵的改革的心灵的变化的过程是安怎变化？这本册本身话呢，实在讲起来，真心说就是，伊毋是你讲这个，讲我的政治世界。我过去嘛做过教授嘛，嘛做过农学会的一寡即个技术人员啦，吼，这样子，即个政治界啊，代志拢有。但是呢，我本身话呢，实在最重要就是，我究竟头壳内咧想啥个？我的心，我的心灵啊，是啥物代志？吼，是啥物款个？我是谁？我是啥人？由遮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少年前你想袂到，差不多十三四岁，我就是讲我是啥人。应该这个代志本身的册内面有写到这个代志吼，弄一下。你搁去坐禅嘛？有，所以啦，这本册本身啊呢，就是讲我一世人的这变化的过程啦吼。可能真侪人讲啊，你顶面做个变吼。这就是呢，这一个思想本身的成长的过程。对。从幼稚的程度一直变到各种的各项拢有去插着，拢有去了解着，了后才变来讲我个人是什么？这确定啊会讲起我是我是不是我的我？像这款的呢，已经呢做人的本身的肯定的世界已经是。已经啊定落去啊，人在哪呢？否定的世界，开始对否定的人生开始一直变到各种的工，食苦，各种的修行，各种的经过了后，会得到这个永远的这个，你会问起这个医学体学的中变化的共款。所以这本册头啊是用我。开始啦，我开始这是真重要。咱所有的人，
上爱问就是我是啥人？啊，我是啥物款的？我要做啥物款的？我的目的是啥？是。这个呢，人呢，大往往拢无了解。嗯。人最困难，我确定爱说明。是。人上困难的代志就是啥呢？嗯。全世界所有的代志呢，用科学啦，科学的意识啦，拢有法度说明。嗯。但是无法度同我说明，足困难。个人个人的无共款，就是我啦，自我，是，这个最困难。这本册所以头我开始伊就伫写讲，我啊，第一大生吼，会想讲我是啥物人，开始了后，我这个人是会死的哦，嗯，哦，人会死，啊，生死是啥物款的关系？嗯，这就必生死翻出来啊。啊，这个生死本身，有一个了解了后，啊，我就。对这生的问题，吼、哦，应该肯定我要安怎做我诶这个代志，这倒来来了后呢，直接会去拄到啥，拄到场所的问题来。场所是啥呢？嗯，咱简单来讲起来，台湾就好啦。嗯嗯。吼、哦，我会确定啊，你啊，原来会问我。嗯嗯。我知影，就是台湾人的悲哀，台湾的历史。嗯。啊，台湾的处境。嗯。哦，即款呢，就是场所的悲哀。嗯。场所。啊，这个场所的悲哀呢，你要安怎来突破这个场所的悲哀啊？了后就是你着去超越家己的想法，嗯，哦，会超越，哦，嗯、啊，超越了后，你即马代志呢，一切看啊正清楚，嗯，啊，肯定的世界，对，肯定的世界了后，啊，你着家己对这个中国的历史观啊。会无同款的历史翻出来，啊，历史翻出来了后，你要做一个领导者，还是要做啥？哦，台湾要行去什么所在？哦，台湾的将来要安怎？这自然就会出来。哦，啊，这就是呢，一个人哦，肯定世界了后，伊会就是把自己奉献给大家，哦，奉献给大家啦，哦，奉献给大家本身呢，这敢那？伊当阵即句话，确定啊，下摆阁进一步详细说明给大家听啦吼。即个代志本身话呢，就是我着放下家己才有法度。放下什么意思？抛弃自己。放弃自己，无家己自己啊，否认自己啊。啊，我是李定辉，毋是李定辉的李定辉啊。啊，就应该是啥？李定辉基督徒啦，啊，实在讲起来呢，李定辉吼，心内话呢，耶稣基督是在我心内的李定辉啊，哦，安尼你会了解吼，哦，耶稣基督，哦，啊，就是在我心内的李定辉，唔是过去的李定辉的李定辉啦，哦，啊，就是意思就是讲，所有的这真侪这代志本身呢。宗教上也好，体头上也好，嗯、一切拢是肯定的社会。嗯，哦，肯定社会，唔是干那基督教，唔是基督徒，唔是基督教，佛教嘛是同款啊，对不对？哦，这就是呢，人呢最后应该就达成的迄款的，啊，达成了后，这就是为了大家啊，应该就奉献的社会，哦，诶，地位来啊。嗯，这就是情形。所以这本册我感觉吼，第一章开始吼，有诶所在就可能诶真歹读啦吼。但是伊毋是深，伊是毋是写我过去写我诶册诶人真侪啦，啊，拢是政治安怎啦，安经济安怎啦，拢讲遐诶话啦。吼，啊，这本册啊呢，完全是描写我诶哲学诶思想，甲我诶内心诶世界。下当讲是这本册啊，好用我来大家的面头前啊吼，干那呢？看几眼看？干那我无穿衫，我头壳内拢隔别出来互看，啊，我就是安尼哩叮当。我即马无啥物物质上啦，其他无啥物大啥物希望啦啦。嗯。哦，啊，只有家己即马得到物件吼，为了大家要安怎，为了。台湾这个社会，我常常你讲起嘛，台湾国家正常化吼，
我就完了嘛，我就是安尼刷，啊，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在内面，哦，啊，这就是历史观的直接的新的历史观的建立，国家观的建立，哦，你啊看迄上这第五章啊，最重要就是国家观啊历史观的问题来，对，对不对？跟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什么是我是不是我的我？这个代志本身呢，吼，我是不是我的我呢？有两项意义在内面哦，有两项意义，一项意义是宗教上的意义啦，吼，啊，一项是基这个哲学上的意义，吼，啊，哲学上的意义的思考呢，吼，我来。昨昏有咧做准备吼，今仔日要讲这个话吼，我有小写一寡问题，写出来简单啦吼。我讲看咧，世间吼，像有真侪问题吼，都有法度用科学的意识吼，科学的意识，科学的意识啊，甲科学的方式啊来解决啦。来解释。是啥物项？三项嘛，对不对？科学的意识，互咱咧第一大项就有合理也无合理。对。第二项是。这个，这个有普遍化没有？有普遍化没有？普遍化没有？对，普遍化好。哦，第三就是啥呢？第三就是咱的吼，这个所讲的、所做的代志有没有实证没有？实证无？有证据无？这三项啊，咱你讲哦，这科学的意识吼，是可以解决的，来处理这代志。对，但是。最一项呢，无法度处理的，就是、自我的问题。自我的问题呢，无法度清楚，无法度清楚来讲啦。自古早到现在呢，自我问题本身呢，这无法度处理的人呢，找不到我是啥人。总统，你几岁时阵想过这个问题？我呢，差不多十三四岁啊呢，就想这代，因为这家庭的。经营较特殊啦，吼，家庭兄弟呢，吼，大兄无斗阵啦，吼，哦，甲阿嬷斗阵伫床骹，我甲阮老母，啊，甲阮老爸三个，阮老爸伊当时做行书啊，哦，啊，定定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啊，家己一个，啊，一个时呢，少年的时呢，我真迄啰，下下顿来。无代志，啊厝诶无人伫诶，啊老母咧睏，拢咧睏中昼咧，怎样款诶？啊是去买菜无伫诶，啊着家己一个，家己一个是着看外面，外面诶是啊着画图，咧算，我差一点着做画图，甲着是迄当阵着会晓咧算。我有听讲。啊咧算以外呢，最重要着是看册啦。我诶看册看上厉害着、就是。较早日本的小学馆的，有一本的《儿童吼百科全书》啊，《儿童百科全书》对对对，哇！迄书我读到暗头到尾，读到熟，逐项有啦，你知影？你全部看完了吗？有，就是安尼，遮尔，迄当阵真厉害，啊厉害，就比差人呢，自我都强起来。哦，去学校吼，学校人讲，嘿，无你杀别人，你知影？哦，看因咧，较无话题。我看讲我偌老，变安尼来。啊，即款个问题本身呢，实在讲个，即就是，迄当阵还佫幼稚啦，吼，幼稚吼，无法度认清讲我是甚物，吼，了解自己存在意义都无，吼，啊，我要做甚物款个，嘛毋知影。只有干那伫遮咧搬家己自己吼，哦，我足知影，足了解遮个当，我甚物款个。这个代志本身啊呢，差不多十五六岁吼，十五六岁，伫中学吼，啊，甲这进入去高等学校开始的时候，就真正就开始就去研究啦。15、16岁的时候。15、16岁开始。15、16岁的时候开始去研究呢，究竟呢，我15、16岁开始研究的时候，今仔日。这代志讲落到底，伤长去吼，就是生死的问题。是，迄当初拄十六岁，阿嬷叫伊心嘛。啊，阮兜人七个人尔，啊死一个无伫的。啊，我就讲人哪会死？啊，死去是要去倒去？对。啊，究竟怎么样？吼、哦，人吼、
究竟怎么样活下去啊？哦，啊，会死人啦，人就安怎？对，这就迄当阵就开始呢。迄当阵我会记我高中学校时代有写一篇这个退学的课程呢。关于死的问题，我有一篇论文呢，即嘛无保留啦。哦，迄当阵就真认真啦，你考虑这个代志，看全世界这有名的人过身吼，啊，也过哦，即嘛哪会知影？孔子讲啊是安怎，马道变是安怎，你月底是安怎？哇，像着遮有一挂人无伫，人死去，啊，即阵也一挂人，也搁大家你想遮个人个代志，这是啥物？这问题就来，啊，即着知影讲啊，人就是呢，生死是人吼，死甲生着对哪呢？干呐？无同款的代志，但是原来正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这个有你活的时吼，你应该都发挥做一寡代志出来。这个代志本身呢，最重要的方向呢，迄当阵早期的时呢，坐禅是真深少的一个方向。那个时候有坐禅吗？我记得。捌坐，我有读册啊，读个禅的册啊，哦，特别迄当阵是铃木的册嘛，铃木吼，是，我读伊的册了后，啊，人伊有咧讲人的问题本身的是，人你活，死是一项代志，是人的自然的生命的终止，但是人是活的是这个生的中间的，你要做什么代志？即着坐禅啦，就是迄当阵讲精神啊，提悬精神啦、啊。即话呢，坐禅迄个，即个林记录内面吼、第一句着讲即话哦。伊着是讲人是啥？人哦，讲恁哦，即啰日常哦，有一项物件呢，按恁的目睭、嘴、脚。鼻孔出入入一项物件，迄项物件是啥个呢？即就是无畏的真人啊，无畏的就真人。OK。无畏哦，无地位啦。无畏的真人。迄就真正的人啦。啊，就是甲咱讲，咱实在讲个，人本身有迄个真正的迄个。迄个真人的吼、我是啥人？我是啥物款人？我是一个真正的人，诶，这个地位呢，人有存在的意思啦。所以这个法师啊，就该学徒你讲，大家去试看卖，大家去探看卖，这是啥物意思啊？就开始叫人坐禅，坐禅啊。去。修行啊，往安尼一步一步来达成，就无畏的真人是甚物款物件？这呢，过去呢，这个代志本身呢，要了解这个代志本身，家己自己的修炼啊，我需要。像我较早伫中学的时呢，捌住宿舍，我暗时啊，有落要考。在高中学校的关系，暗时拢读书读到七点钟。但是早起时啊，差不多七点钟，我就爬起吼。人啊，考试啊吼，邮政吼，就是叫人去做工课。早起做工课。做工课，我做啥工课呢？扫便所，大家无爱做的代志。人无爱做的代志，我捡偏偏捡来做。唔知有这唔知安怎来的，是迄当阵。读册啊，看册吼，即都是呢，大家无爱做，你就去遐做。所以便所我正好扫便所，就是安尼来。你啊，坐禅那个呢？去修行吼。寒天的时，跳落去，溪的潭啊吼。我寒，较冻，看冻偌久。来试验家己自己。有偌济忍耐的这个心吼，这个代志本身呢，是过程啊修行啦吼。但是这对这自我本身的了解本身呢，干那安尼都无够啦，修炼家己自己啊，
修炼家己自己本身的克，要克服吼，克服家己自己吼，诶，骄傲吼，自我的骄傲吼，可以无了了，吼。但是呢，人呢，这个程度啊，生气的时呢，会否认一切一只代志哦。开始呢，会不得已的时呢，会否认啦，否认世界会安尼来啦，否认。但是我咧有咧感觉吼，人对哪呢？这个自我是一个人的原点，人的原点，哦，会使讲个是群体发展的基础。咱讲我家己自己，实在讲唔是啦。你会了解我，就是因为看到你，看到你来看那个人生，哦，人生你就是会使讲你来看对我，对不对？对，人是这个关系嘛，所以自我本身也都把这一切作为吼。周围物件都较排好好势，这就开始意，这就人啊意识家己自己啊，自己是甚物款？自己就遮尔济，周围啊，即复杂的这人开始啊，吼，拢是我的内面吼一项。所以对别人的意识，对别人意识，你那就意识我，这就较早较，这个李卡多你讲起吼，我想我。我师傅，我师傅，佮迄无共款啦。我甲你讲的，即个人的存在较重，较来，毋是想才有存在啦，对毋对？是先存在。对。所以呢，人本身呢，开始的时候已经关心别人的代志，互相的代志，就是安尼来。我拄仔讲自我愈强啊，因为有即个关系。你都读册读到安尼，拜好好好思想，你敢若？读小学啊，国民学校，哇、哦啊，加先哦，逐项熬，就伫遐就变安尼，骄傲就出来。这人本身呢，家己自我呢，会受外面的影响真大啦，然后，是，咱人本身呢，实在有受了外人的情形来影响以外，实在人是。生存伫个即特殊个即历史性，甲社会性个环境中间，在你即个中间个成长，对毋对？人啦、啊、学校啦、啊、社会啦、啊，迄当阵个国家、政府，即款个情形下个时呢，人就愈来愈受着即个限制，就有大起来。对家己自己清楚了后，就家己。了解讲，我个人的生命意义是安怎？人是会死，我的生命要安怎来活？活过进一步发展，人生的价值是甚物？人生的价差一点啊，做回头到尾啊，改变就是讲人生的意义，应该来做其他的代志。唔通干那做一个美术家就是算啦。其他的代志应该就来管理。有即款的情形下的时呢，家己都把握我要做甚物代志吼，正比较得真清楚。但是一方面呢，你都自我一日强起来，我那了解周围的关系，慢慢啊人哦，变啊，我拄仔有你讲起呢，自我伤强的时呢，各方面的关系会弄歹。对。家己会去了解家己啊，我那安尼。要跳出家己，跳出自我，跳出自我，哦，安尼了，跳出自我的时阵，这就是变得有一个新的生命，哦，新的生命，新的我出来了，哦，这就是安尼，就去努力才会用的。我少年的时候，我拢伊内面有写去吼，拢有这关系呢，拢有家己试看卖，我什么的拢有试看卖，哦，啊，试看卖了后，所以。自己来，自我来克制。我系到我现在呢，我真好润呢。真好啥？真好润啦。忍啊，忍耐啦。困难忍耐困难，袂讲安尼，随时安怎，就惊就疼就安怎，情绪化，破病咪是安尼。所以呢，希望呢，做爱
无我的境界啦。有我啊，无我。你什么时阵做到这个境界？啊？什么时阵的时阵做到这个境界？无我。欸，差不多呢。二十通过啊吼。我来。少年。我甲你讲吼，我有法度呢，变到这个情形来的时呢，我讲正经呢。我是第一台湾新人伊吼，我是这新老博士吼，我就是讲这个故事啦。我你讲迄当阵讲的是呢，我信开始信了的时候是三十岁，三十岁的时候，三十岁，是，迄当阵就是迄当阵，我就讲，我为了我了解，我是不是我的我呢？我用了三十五年的时间啦，三十五年啦，三十五年的时间就是迄当阵就是。真正的了解，吼、哦，这宗教的意义的重要性，所以迄当阵受浸啦，三十五岁啦，啊，这花了三十五年的时间呢，来一罐的吼，达成一罐的，这个、就是变讲我是不是我的这个无一罐的，这个代志本身呢，讲起来是完全是一个哲学上的反省思考。这叫上嘞时间啦，啊，变我现在一本册内面嘛有写，我最重要。人唔是讲你讲什么话，就是你做什么代志，就看你怎么做。时间啊，对，时间啊，你有做无？做无？哦，我是唔是我的有出发点？每一个新时代，我至少都讲台湾人应该吼，要台湾呢要结合做好势。每一个新时代台湾人应该吼，到内面啊，应该就进行更新啊，哦，新的生命的内涵啊，就价值的改变，对，哦，这就是超越啦，脱骨改新，要超越，不是脱骨改新，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我讲的超越，四百年台湾的历史，六个迄款的，这个外来政权，对，咱的祖先。一个人听西班牙的话，有诶听是荷兰的，日本，毋是即个典型讲，日本人国民党，究竟是咱是要安怎？实在讲起来呢，经过即款的困难，着咱家己着重新啊，超越伊遐过去的人，咱是新时代的台湾人，有新的咱的理想。新的理想本身就是我你讲的，就是讲我唔是我的我，是大家迄个共同的认同，我是一个真好的台湾人，用安尼来形成咱全体性的这个精神啊。台湾这个社会本身，咱有咧讲起，真俗气真强，啊，甲努力性啊真强，这个安怎要安怎脱？离开脱这个精神啊，就讲我对台湾的文明的创新啊，吼，台湾的文化的提悬，台湾的进一步的发展啊，应该都安尼来做才对的。这是我安尼对这代志安尼吼，一个想法，是安尼想法。哦，我接着我刷来问吼，就是讲，足侪大人拢甲人讲吼，台湾人很悲哀嘛。像我们啊，总统在1994年的时候，你跟迄个日本的作家司马辽太郎，你捌甲伊讲过，讲你感觉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吼。对，这是在1984年的时候，你讲过一句话嘛吼。对。但是讲实在，我看足侪少年人啊，包括我家己，我解救我家己吼。感觉足快乐的啊。对。那到底是我的认知不够，还是阮，还是讲阮了解上过少？你感觉咱台湾人已经克服悲哀了吗？还是在克服悲哀了？已经呢，这个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吼，即卖呢，身为台湾人的幸福，这都经过咱的社会有咧变化，互大家拢有自由，是，有自由，大家呢，有法度肯定家己，这都是台湾人的一步啦。我爱讲的就是呢，台湾有即站的这个革新的这个时代吼，才有法度。拄好呢，我咧讲一句话，欠要讲一句话吼，就是基督教的本身的问题啦吼。这原来需要讲互你听。基督教中间呢，
大家咧讲捌基督徒，说相信耶稣，为了咱定时日期，啊，过三工复活，啊，咱若相信伊啊，伊就是咱的过去的原罪，伊替咱，哦，互咱伊的疼，疼为了疼咱，所以伊就是定互人定时日期，所以咱才得到伊的迄、那个伊的关系。咱有得到这个，这个啊，伊的疼痛，啊，咱的原罪才有法度，哦，解脱，去解脱的。对。啊，大家都安尼相信。啊，我是安尼看啦，安尼相信无够啦。无够就是安怎呢？耶稣是叫咱，大家都敢那伊安尼定时日期。定时日期。做个服务。超越出来。啊，这就是我咧讲，伊个学徒最有名个学徒就是保罗啦，吼、哦，吼、哦，保罗你知影吼？保罗加拉太书吼、哦，第二章吼、哦，第二章二十节内面吼、哦有一句话你我话你知影就对，伊安尼讲，我已经吼、哦、甲基督啊同款啊定时立格，现在我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内面活着，这就是，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懂你意思啊，我了解了。了解就这个意思啊，对不对？我不再是我了，不再是我了。我身体是啊，是基督就是我以基督做中心来，该共阮定是十字架。你都有这款的积极的，进一步的想法，基督徒才有法度真正为了社会这款的。但是咱，我来听这边拢是做些拢是拢是上班的上班族。对对。因要来应用你这句话呢？日常的生活顶面吼，要做个搞。有法多去做，唔是讲无，我嘛捌做公务员嘛，对唔对？对。吼、哦，啊，这都互相帮助啊，并互相帮助。哦，啊，咱的同事中间呢，大家互相了解，大家斗帮助，大家在一块呢。唔通我哦，你要升官，哦啊，我着嫉妒你啊，着安怎来？唔是用安尼来互相改斗迄款嘞。这就是我是讲社会本身嘞，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台湾人唔通安尼心遐个会，应该会较宽，唔单你敢那努力性，哦，人命令才要做，你着积极点。人无要做诶代志，着跳来做。人甲人诶中间，你着帮助伊好势。呢，即我想讲，是遮呢，敢若台书诶一部分人，我讲着互你听。我呢，伫迄落新人院互我博士诶时，我着是讲即个话啦。我着讲即个话，着是讲即个话。啊，即着是，我着是讲35年互我呢各种诶困苦。你讲白色恐怖，我嘛白色恐怖嘛有方了去，也毋是讲无迄，对毋对？即款的中间呢，哦，要安怎克服遐？过去就过去啊。哦，那即嘛就只有看将来啊。往这方啊。啊，即嘛你讲哦，即嘛少年真欢喜，我嘛真爱。即嘛少年家，出行都足自由。我真快乐，啊，毋是先有台湾人的悲哀。以前就是有影是有台湾人的悲哀啦。以前的确是，较早已经开始有影是安尼。对唔对？对。哦，啊，即马都无，即都社会改变啊，哦，社会自由啊，哦，无，唔是变啊，互人你管啊，互人你管的，管的情形拢无去啊嘛，对唔对？所以今仔日你咧问这个，俄是不是俄的俄？啊，甲台湾人的悲哀本身的。这都是台湾的，要脱离，紧脱离这个悲哀，吼、哦。同时呢，大家这精神本身话呢，吼、哦，有认同台湾，吼、哦，大家较吼、哦，同事啊，啊，咱同仁啊，吼、哦，台湾内面这新时代的台湾人的对台湾的认同的经营啊，应该无这个态度。总统，你感觉咱已经为遐来开始行？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吗？对，啊，我们已经开始往那边去做了吗？没有错，但是呢，
还不够吗？这不够，不够。中国的社会制度，哦，社会制度，嗯，政治，哦，啊，教育方面，嗯，哦，教育，嗯，哦，即马昨昏我你讲起，嗯，你教育你现在变啊安怎？哦，遐尼有名的台湾大学，嘿，即马变啊全世界款的，理由是安怎？嗯，我厝起伤济啦，也无你研究嘛，啊。较想物啊？你头头讲着脱骨改新了，对不？你觉得我们开始在做了吗？你感觉？脱骨改新哦，就是这个1996年的时候，迄当阵的迄种，嗯，这个改革吼，迄当阵的改革是脱骨改新。关于脱骨改新的这个问题本身呢，嗯，我呢应该就搁较清楚甲你说明啦吼。恁读中国社会的，中国的，你中国社会、中国教育啦，对不对？对。中国历史安怎甲恁教？你讲教？中国历史啊。嗯，中国的历史。啊。啊。列艺术史。中国历史是啥？5000年的中国历史啊，对，没错，就中国法统啊，嗯，哦，中国法统是中国法统的这个，哎，中国法统呢，主要呢，绝对袂使改变任何政治，商鞅安怎方修理过？嗯嗯嗯，这个啥人啊？这个宋代的王。王的这个改革吼，啊，甲这个清朝后期，刚有的，是，这本身的改革，啊，你连迄个这个啥人啊，这个鲁迅所关心你处理这个代志本身的，究竟有，互人甲你尊重偌济？这个社会，为了政治，为了权力，大家拢无迄款的嘛。这民主社会，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发动的脱骨改制哦，因是脱骨改制，未使讲家己要改安怎呢？你着过啥安怎，你才会知安怎？5000年的历史是皇帝为中心哦，不能超越法统。当然嘛，这就是脱骨改制啊，对不对？但是这款的呢，近代民主化的潮流的无法度接受啦，对不对？哦，对台湾，尤其是最重要要检讨的，就是定位是提出脱骨改新啦，脱骨改新，脱骨改新就是古早的甲放一条，重新搁改革新。但是敢有可能做到到？啊？但是敢有可能做到到？因为台湾有太多的人在这里的，有些人可能是外省人，外省第二代，啊，够新住民，够可能走。那无的，这就是东西文明的融合的问题啊。东西文明的融合，对不对？台湾的社会，起码日本的殖民地时代，上少台湾还哪有这个得到迄个东西文明的这个融合，是，这个影响啊。台湾才有法度。品质呢比中国较好，其他台湾是小，台湾文明是较悬，理由是伫什么所在？就是这所在啦。台湾要脱骨改新啦，这就是安怎呢？应该就分别来处理台湾本身的问题，以及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的问题。台湾现在所包含的问题有三项问题呢。台湾内部的问题，台湾内部的内部的问题，内部就是认同的问题，认同的问题，是台湾内面的，但是这各种的民族真侪啦吼，不同款的，啊，这话是项问题以外呢，这年会吼开期不同款，你拄仔你讲起，70岁以上，70岁到40岁，啊，像你40岁以下的人，想法、做法拢无共款呢，即要安怎样？伊款呢？慢慢啊，慢慢啊，你个啊，恁个社会本身个呢，
将来的社会就是恁的社会咱啦。恁遮的人本身啊有搁较宽宽的情形，把这无共款的原住民也好，外省也好，其他各种的有法度甲融合起来，这是恁的责任嘛。啊，这心灵的改革本身啊呢，是我呢透过改心，就是得到到台湾呢，那改做呢民主自由的社会。皇帝，敢若皇帝你做的专制国家的制度呢，我是反对啦，对不对？所以透过改心本身话呢，对台湾呢，大家不知不觉呢，大家，你大家讲哦，即卖社会计真好，就是透过改心啊，中国，你捌去中国无？唔捌去过，你唔知影，你去了了解，对不对？你听中国人哦，对台湾呢？政治的压力哦，要求对马总统诶，这个要求叫伊要安怎从？看听起来会惊死人，你知道？是和平协定。和平协定，你骗人诶，对不对？和平协定1991年，我已经宣布动员干乱时期停止，国民党、共产党推冷战停止。这个内战停止。内战停止。1992年。两岸人民的关系条例通过啊，对不对？所有的代志根据这个条例，大家来记起。中国，台湾，互相呢，好啊来处理。但是呢，你是你，我是我，是安尼来才有法度来维持，对不对？这透过改心本身话呢，我看呢，实在讲个，这个中间呢。无遐尼简单嘞吼，这12年呢，敢那哩，我呢无啥物难吼，有啊一个人尔安尼吼，有啦一挂真济台湾人踮咧外面，咱得甲我出声，甲我支持，才有法度改革这12年的中间嘞，互我有法度。12年实在讲，两年拢无做代志，可惜。等到我的地位，我才来开始变啊，对不对？一项。最重要就是把伊个即个宪法修改啊，修改甲配合台湾的地的情形来进行嘛，迄个中间呢，所有的总统啊，台湾选起啊，国会啊，台湾的选的嘛，对不对？各项拢直接咧开始进行啊，台湾人嘛开始去当中开始去读台湾的历史啊，对不对？无哪有法度了解台湾是安怎？即个就是呢，迄当中我有咧讲起嘛。政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以外，还佫司法嘛要改，司法还无讲改到正好，还不够。问题多不得了。你讲大学，逐法人伊考试煞，啊，就去迄落司法的训练所训练一两年，啊，就出来就咧做法官，真心笑咧。哪有法度？全世界无人安尼呢。美国社会哦，起码你着做律师做二十多年啊，才要互你个。日本毋是诶，日本话呢，你考条，无要互你做检察官，也是即个法官，你着胁迫检察官才要做迄十年，看法度。即款诶，有哪年代伫培养社会了解了，着经过。诶，社会诶，即公平诶制度、民主制度本身诶最重要诶风扇，风扇是伫即个所在咧，即个人本身啊，我那无迄项各方面无够嘛，知识无够，要歹处理代志。对，应该是安尼。对。其实我今日吼，甲阿辉伯啊，开讲我感觉，其实。因为说真的，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很多地方我真的不太了解。就像刚才我们阿辉伯，你该水哈，我是不是我的我？我了解一点点，我觉得我了解一点点。一点点了了。我尽量了，我已经尽力了。无啦，你都把什么款的是要代理你，你都好啊。像我是这耶稣基督。这就是我的迄啰，体力上，会使讲也是
比一般的人讲起来是中国的台湾，也是国家、社会，哦，这就是我要放在我的心内，诶，最重要的物件，用安尼想就好啦，吼。总统，我来甲你问一个问题。好。你曾经害怕，或者是害怕过死亡这个问题吗？无。从来没有。没有。即阵嘛无。即使您现在，您现在当然应该已经很豁达了。我说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人那死啦？还是说你接触到宗教的时候？无，唔是宗教为了死，为了惊死才去宗教。我进入去宗教的时候，可能呢，有的所在跟人小可无同款。我呢唯心论呢，少囡仔少年的时候，我唯心论哦，修理自我吼。最后的一段期间呢，我是唯物论者。唯物论者。小唯识一下。我就看，唯物论身体啊。对。唯心论啊，心啊。人就是这两项来构成的啊。但欠一项。心还要善一下。直接就未心内未满足，无一定好啥的。所以就求神啦、求神啦、所以台北市五年呢，找神啦、找神啦、耶稣基督有影自在也无，行五年的教会啊，教会底下拢总行，食袂饱，所以煞尾呢，干咱听一句话。耶稣定时日过三天，复活了后，伫玛利亚伊个学徒玛利亚个二楼，大家伊个学徒斗阵，对你讲，老师复活哦，老师复活哦，伊个迄落无地呢，无伊人个存在哦。迄当阵最重要就是托马斯多马吼。就是讲一句话，你也无看，你安尼，就讲老师服我，无看的代志你乱讲，我拢无去相信这代志，都嘛安尼讲。迄当阵呢，耶稣就出声啦，我多嘛，你来甲摸我的手，我排骨你甲摸看嘛。敢若听迄个声的是多嘛呢？倒落去，甲讲老师啊，我错了。就老师的声音已经有啊，那会讲老师无你无服我。所以迄当阵耶稣就甲伊讲，多嘛，你吼唔通讲无看的代志，你都无相信。无看的代志本身啊，你应该都。相信才心诚有法度信仰的。我呢实在讲起来，像这句话，了后，没有错。我呢拄仔你讲起，所有的问题呢，用这个科学的意识有法度来解决。但是呢，人的心的问题呢，无法度。没办法，确实。无法度，只有。形而上的这艺术本身呢，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迄个想法有存在的时，同时伊有伊的表现，啊，甲时间，这个态度有存在的时，应该才着有法度去明白迄个形而上的物件。这互我迄当阵感觉讲。耶稣讲这句话，我相信啦。我就甲牧师讲起。我呢，明仔载我要来修，要来修禅啦，要来修炼，要修什么款的，就安尼开始，就安尼啦。找五年，
要找到这句话来，嗯，这就是呢，咱咧讲起吼，唔是科学的意识，嗯，人的心的内面的意识开始出来，嗯，啊，这就是形而上的问题。总统问较轻松的问题吼，你咧做总统的时阵，一定有拄过挫折嘛？挫折，吼，你安怎解？你安怎解决你的挫折问题？你咧讲的挫折呢？嗯，什么代志挫折？你咧做总统的时阵，一定拢拄过嘛？哦，你感觉做挫折的物件，人事物干？所有，你讲挫折本身呢？嗯，我甲你讲吼。我拢一向拢良情啦，嗯 ，OK， 拢 OK， 我听无。啊，对，过去啊，错误过去啊，错误都错啊，过去啊嘛，嗯，做较好诶，后次做较好诶。我了解你的意思。你知影吼？啊，是你讲你。肯定。啊，是你。肯定，肯定。你会忍耐。会啊。算了。无啊，我呢？十二年的总统呢，会使讲每日敢那哩战争，敢那烧台都互欺负个，你拢唔知影。迄当阵呢，有法度通活呢，完全是靠圣经甲耶稣吼，诶，这个基督吼。迄当时嘛。是哦，就是安尼啦。啊，迄个呢，有原来有一个记录伫个。嗯嗯嗯。哦。因为你头拄仔讲着，你头拄仔讲你做总统十二年嘛，去用修理，去用欺负，足甲足忝的嘛，对无吼？我是足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啦。对。就是讲，因为捷克我吼，我是外省的第二代，外省的第二代。自细汉的时阵哦，我的父子辈吼，爸爸的朋友阿叔啊，别拢是老兵嘛，拢是老兵。细汉的时阵拢甲我讲吼啊，李登辉吼，伊拢背叛了国民党的正统，正统吼。但是我出社会了哦，一直到我来电台湾大千电台做行会的时阵，然后我看做一册，包括台湾史一百件大事，内面嘛有讲到你的代志吼，比如讲比如讲你做了民选总统，头先恁头先讲到吼，我嘛慢慢啊发觉吼，你好像做对了很多事情，你做对真侪代志。这个我甲你讲吼，我想要问你讲，因为你敢说，你敢知影，正统外省人讨厌你嘛，本省人可能足介意你。无，我无别，我无区别。你拢无。无，完全。我甲你讲，外省本省，连可真正外省的朋友较侪，我用的人你甲看，外省的。对，就是讲，自我细汉到我大汉，我认识你的人，我感觉敢若李总统做真侪对的代志吼，就是讲，你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歹人？我唔是好人，也唔是歹人。我有这个社会存在吼，一个人安尼尔尔。咱你讲我做无为的军人啦吼，我做到迄个程度就好。啊，这个人呢，袂。有诶新闻写甲规大摊，啥物代志我咧受气啦，无影啦，我袂受气啦。吼，像即款诶情形下诶时呢，我甲你讲吼，新时代台湾人，无外省人，你我应该着送你一本册吼，新时代台湾人吼，即本小册子吼，迄内面写安怎？迄内面着写外省人诶心情吼，伊诶想法吼，吼啊伊诶困难伫啥物所在？老兵的迄个老兵的补贴呢，是我创的呢，无做。这我知影。连其他的人无要做这个代志呢，你知毋知影？啊，这老兵啊，真艰苦，真款的呢。我无甲看伊是安怎，伊是看伊是台湾内面一个人，台湾的新时代的台湾人，毋是马先生你讲迄款的人。马先生伊讲我是新台湾人，其他的人都。看讲，旧的台湾人走倒去，应该就是新时代台湾人吼。我哩就为了台湾来拼来行这条路。即马敢若第四名，敢若无配合中共，安尼就中华民族吼，敢若民族问题有发生，即款的民族问题是老问题啦。我甲你讲，迄毋是解决的问题，而且中国社会本身呢，迄民族种种类人遐尼侪，你若有法度同我讲咧？
只有在国家主义度啊吼，我将用这款想法来看咧。啊，现在我咧看咧，希望中国呢，尽量吼，东西文明吼融合起来，啊，来教育方面也好，这方面咧，莫有过早迄个想法，大家过开朗的态度，啊，来进行。即我个人的看法，啊，我呢，即、这个有啦，外省人真侪讨厌我，我即个了解，讨厌我就是伊过去可能有低调的理由，啊，即马我变起来就无去啊，啊无去，但就无爽啊，哦，啊就爱批评啊，对不对？但是我呢，最近的代志我不在意哦。你忍吗？喂，那个不在意。不在意。我知影应该的呀。他们去要去哦，我了解啊。他们没有得到了，现在既得利益嘛，对不对？我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时间快到了哈，最后一个问题，一分钟就好了。因为杰克旺杰的小朋友七个月嘛，好，七个月，旺杰小朋友七个月，男生的哈。我在想讲，有一天他可能会跟我讲说：“爸爸，我以后想要当总统。”哈，我想问一下阿辉伯哈，请问要如何才能当上总统？唔免想，我要做总统，吼、哦，尽量呢，伫这个社会吼、哦，就这个社会服务，吼、哦，啊服务呢，啊需要家己自己呢，吼、哦，我咧希望吼、哦，你囡仔吼，互伊自由，啊，互伊去家己探讨家己，人要行去什么方向，互伊家己自己，吼、哦，啊你吼、哦，摕一寡册互伊看，古典。哦，像我你问我真侪问题吼、哦，像我过去讲，你心内有三本册，啊，你中，心内三本册本身呢，哦，什么什么，实在讲起来呢，这内面中间呢，现在中国的话呢，值得咱要看的，什么的，鲁迅的册啦，我跟你讲，鲁迅啊，真正呢，中国人呢，反省家己自己。要安怎脱这个经营吼，脱、哦、离这个经营啊、嗯！我看鲁迅啊啦，值得一看。日本吼、哦嗯，有一本册吼、哦，英九的性命，这日本啊吼，英九的性命吼、哦，有三个人，吼、哦，一个人就是夏目漱石啦吼、哦，是，那字面说出去，夏目你知影吼、哦，哦，小说家、第二个人是啥人啊？鲁迅啊，第三个李登辉。意思就这三个吼、哦，拢、差不多想法拢差不多，比较多差不多。今仔日吼，我足欢喜，我会带有机会啦吼。我想可能以后拢无啥有机会啊吼。可以访问到李前总统登辉先生哈。我其实我很想要叫他李老师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台湾每次发生什么大事情的时候哈，老师李老先生李老师哈，功能顾问委好像能够解决一些事情这样子。今天非常谢谢总统，谢谢，多谢你，谢谢，多谢你，谢谢。